我是 Patrick， 我有失忆症。英兰，我睡去了后，就会袂记哩今日所发生的一切。我足惊。你是谁？我是你的女朋友群群。什么？你出一场意外，今日所发生的代志，你明仔就拢会放袂记。Hey Patrick， 我是大车 Q B， 你袂记得我，但是阮当想办法帮你恢复你的记忆。我有做录影的日记，但是我无确定全全真怎样。我是 Patrick， 我是在你前，你红花了你的头，甲喉咙压起，滴落滴落。啥物台话？无人知影。啥物？你是为在所代志啦？你的阴谋我会过去，我写本给你。为什么？跟我讲老实话。只有安尼，我才会当坚持落去。我是要安怎相信你？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代志。影像，克莱尔。我会记得你。真歹势，我要 say goodbye， 我一定要离开你。我一定要收起来，是啥人要害我？我需要跟你讨论讨论亲亲的代志。佩君，我真歹势。你离我那边较远嘞。你真正是 confused， 所以爱用你的想象力，想象你所有失去的记忆。救我！你是为什么要阴谋我？你想要听哪首歌？我即摆就讲给你听。我是大头 Q B， 我是你的女朋友。你袂记得我，所以爱用你的想象力，想象你所有失去的记忆。莫偷食任何人。不管迄天暗时发生什么代志，不管我做了什么，我拢一定要收起来。好莱坞啊！好莱坞来啊！五四三，走！对不起，逃避啊！我演的好烂哦，对不起，好烂，我演的好烂，我演的好烂，对不起。明仔困菜的吗？明天什么？明天再起来，明天再起来，茉莉的大兵，我想。